原标题：家贼当官商，设立商品皆北宋时期人文荟萃，商贾发达，不仅有许多名垂千古的文人骚客，也有一些具有超前经济理念的实干家。只不过有宋一代重文抑武，尊文轻商，武人商人不太被主流社会看重，一些清流甚至耻于言商，实在是有点对不住商人阶层。北宋政治家吕嘉问，吕嘉问是北宋著名政治家、改革家、文学家，同时也是一名精于算计的官商，当过北宋第一任市议司提举，负责城市的市场交易管理。北宗、神宗皇帝以前，官府不介入社会市场交易，这给开封府的一些巨商大户以可乘之机。外地货物远道而来的时候，这些巨商大户就一起加低价格，垄断式的收购。那时候物流系统不发达，有些货物不容易储存，外地客商耗不起，只能低价出售货物。而等市场缺货的时候，这些巨商大户就哄抬价格出售，谋取暴利，这苦了普通百姓，也扰乱了市场秩序。市议司的设立打破了巨商大户的垄断。宋神宗拿出自己的500万贯私房钱做本钱，在货物大量上市的时候以官价大量收购，等市场缺货的时候以平价对外出售，打击了囤积居奇，平抑了物价水平。同时市议司以2分的低息，当时的民间借贷都是1倍的利息，贷款给小商人做生意，只要有财产担保就行，进一步活跃了商品经济。展开全文，吕嘉问还将一些人流量较大的街道设立为商品街，把官府仓库内的时鲜水果、针头线脑等小商品赊给一些想做买卖又没有本钱的贫困百姓售卖，官府派人专门负责监督管理并收取费用。这种经济管理模式比较超前，也很实用，穷苦百姓有了出路，官府也有收益，是个两全其美的事。北宋保守派代表的念伯，可有人偏偏看不惯这一朝事。有一天，枢密使文念伯去夏国寺进香，看见寺庙门口的街道上满是吆喝做买卖的小商贩，这位老古董立马眉头紧锁，第二天就向宋神宗上书，指责市议司让小商贩在御街做买卖有辱斯文，丢大宋朝廷的脸。一些保守派大臣，特别是被市议司抢走家族生意的人，也群起攻之，强烈要求皇帝撤销市议司、治吕嘉问的罪。多亏王安石据理力争，毫不退让，吕嘉问才得以保全。吕嘉问是王安石的坚定追随者，甚至为他当过一次家贼。吕嘉问的家族堪称大儒仕宦之家，他的曾祖父是北宋仁宗朝宰相吕夷简，叔祖吕公弼、吕公著也都做过宰职高官，全是尊奉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派代表。吕嘉问是这个家族的异类，他思维活跃，理念超前，非常赞同王安石的变法主张，与家族的政治理念格格不入。吕嘉问的叔法吕公弼、吕公著都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，与王安石的关系也非常紧张。有一次，吕公著在家族会议上决定上奏章弹劾王安石，奏章里的内容非常尖锐，也比较机密。吕嘉问半夜时分摸进吕公著的书房，盗走了奏章，并交给了王安石。王安石知道弹劾内容后，提前做好应对，躲过了一劫。事发后，吕家人怒斥吕嘉问为家贼，将他扫地出门，甚至死后也不准其与吕氏同传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